原标题，在清朝的历史上，此人只当了两个月的皇帝，而且还是被追封的清成宗，这个封号是在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给他追封的。不过这个名号只存在两个月，两个月后顺治帝就把清成宗这个封号给多尔衮夺走，并且对他毁墓绝尸，直到100多年后乾隆43年，乾隆才为他平反，并为他重修陵墓，不过也没有再恢复他清成宗的封号，只恢复他睿亲王的封号。多尔衮据照其实，如果抛开利益纷争和政治斗争，按实际功劳来说的话，多尔衮对清朝的贡献实在可以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齐名，而且就皇位来说，他前后曾有3次机会获得皇位，但是他都没有夺位，死后2个月便遭受顺治皇帝残忍对待，实在太冤枉。我们先来看多尔衮在清朝壮大过程中有哪些贡献。其一，献计全国性战争大方略。皇太极继位后曾就战争方略展开过讨论，明朝、朝鲜、蒙古、察哈尔部这3个地方怎么打，多尔衮认为兵力重心应放在明朝，就算一时拿不下来，也要反复超略、围困、袭扰，消耗明朝的国力，为后来统一明朝做准备。事实上这套策略是行之有效的，为清朝后期拿下明朝、实现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二，彻底拿下蒙古。努尔哈赤时期已经让绝大多数蒙古归顺，只留下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。多尔衮率军深入黄河河套地区，征服林丹汗，并获得传国玉玺。其三，摧毁明朝关外力量。皇太极据照多尔衮被皇太极封为奉命大将军，南征明朝。从崇德3年开始到崇德7年，多尔衮一面继续南下超略，一面攻打明朝关外力量，特别是松锦大战后，多尔衮让清朝关外据点几乎丧失殆尽。其四，夺取山海关入主中原。顺治时期，多尔衮充分利用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，让他们互相残杀，并夺取山海关，把李自成撵出北京，并迁都到北京，成为中原之主。其五，扫清李自成农民军残余势力。多尔衮把李自成撵到陕西一带后，又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消灭李自成的残余势力，避免大顺政权死灰复燃。其六，摧毁南明弘光准权。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，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定都建立弘光政权，占据半壁江山，多尔衮招抚与攻打结合，很快灭亡弘光准权，俘获南明皇帝朱由崧。从上面可以看出，在清朝大版图的确立上，多尔衮立下了巨大的功劳，追封他为清成宗，作为清朝皇帝序列中的一员，其实也是实至名归。有人认为多尔衮想僭越皇位，从封建思想来说，他不是忠顺的臣子，有历史污点，但实际上多尔衮曾有3次机会获得皇位汗位，他都没有获得。第一次是努尔哈赤去世时，阿巴亥据照因为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大福晋，相当于皇后，而努尔哈赤又废了其长子代善的太子之位，所以有史料记载努尔哈赤有把储位传给多尔衮的想法，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努尔哈赤便猝死了。死后皇太极等4大贝勒声称，按照努尔哈赤生前遗愿，阿巴亥必须陪努尔哈赤殉葬，于是逼死了阿巴亥。皇太极等人的行为其实就是铲除阿巴亥的势力，打击多尔衮，这是多尔衮获得的第一次机会。不过多尔衮表现了异常大度，在整个皇太极期间，他从未露出过任何抱怨，并且深受皇太极信任。皇太极把朝廷中掌管百官的6部之首吏部交给他，让他选拔官员。第二次是皇太极去世时，因为皇太极也是猝死的，
生前未确立皇位继承人。当时如果按照战功和能力来看，多尔衮是居于首位的，但是敖拜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，打着要把皇位留给皇太极儿子的旗号，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。实际上皇太极生前最不喜欢的儿子就是豪格，而且也因此迟迟没有立他为储。拥兵自重，多尔衮从大局出发，从避免分裂和内耗，拥立顺治为帝。可以说多尔衮强行登位还是办得到的，但他没有。第三次是迁都北京以后，可以说江山都是多尔衮打下来的。多尔衮要是效仿李世民，效仿朱棣，夺得顺治的皇位也是顺理成章的，但他一直没这样做。直到他去世，多尔衮去世后，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告多尔衮，连原本是多尔衮心腹的苏克萨也对多尔衮反戈一击，这样才造成多尔衮被掘墓被撤封。多尔衮实在是一个悲剧英雄。参考资料：清史稿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